家人们，下午好。那个宣布一个好消息，那个我老婆5年前从郑州买了，从郑州金水区曼哈顿买了一套房子，当时买了是118万，还了5年房贷了，贷了90万，还了5年房贷了，现在有要了，有要了白送，只给你过户就行，直接过户给你，你直接还房贷也行，不要钱，有要了私信我，免费的啊，直接送给你，谁要直接过户给你，你还房贷就行啊，有要了私信我，现在我不在郑州了，房子也不想要了。也不想还房贷了，有想要的家人们，直接私信我，咱可以聊聊，直接过给你就行了。你直接也还房贷，你也不用买房子了，直接送你一套房子，这个69个平方，当时买是118万，现在就是还房的还了5年了，有要的可以私信我啊，送给你，不叫你花一分钱，直接送给你啊，你直接过户，你还房贷就行。家人们早上好，昨天我发个视频，我说郑州的房子我免费送给人家，我是118万买的。贷款贷了90万，交了5年的这个房贷了，我说我不想交了，我免费送给谁，谁想要直接还房贷就行，过户给你，我又不要钱。有的那些小喷子就喷我说，哎呀老帅哥，你看你为了赚取个流量，你看看你什么话都敢胡说八道，房子都敢送给人家，我真不是赚取流量，我跟你说，谁要我真给谁，我现在不在郑州了，我也不想还房贷了，我也不想这个当这个房奴了，就是谁想要你我都给谁了，我都赔个50-60万，你看我首付了30万，又还了5年房贷，你不50-60万吗？赔了50-60万，我都一分钱不要，我都送给谁了，知道吧？听明白吗？最好是郑州那边的，有的广州的哪的都给我私信，我要你离那么远，你要他干啥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我到山东了，这个河南的房子我都不想要了，对不对？咱就是假如说河南的郑州周边的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房子的，在郑州或者孩子上学了，或者这个在郑州想买房了，你要我就直接送给你。这个地理位置很好，是郑州市金水区曼哈顿商业街，就在商业街上面，很繁华的个地方。当时是18000一个平方买的，69个平方。有郑州周边的家人们，你想要你私信我。你给我聊，是真心想要的啊，有真心想要的你私信我，反正情况就是这个样啊。有人那不想要的，说我赚取流量的，还有那小喷子的，你不用喷我，你喷我干啥？我都发这个视频了，你们想想我这是不是真的，我能发视频吗？这肯定就是我是真心不要了，我真心想送人了，因为是年龄大了。也不想还那个房贷了，知道不？不想背这个房贷了，所以说我就谁要我就送给谁了。因为现在房子下跌了，便宜了，所以说我赔钱就赔钱了，我都不要了，就送给谁啊？有要的家人们，你可以私信我，